南投县唔仅有全国上美丽校园、社区文化景观，嘛相当有特色。在这处建筑原野奖的评选，除了两件老旧校舍整建，阁有四件社区文化景观营造来得奖，包括草屯碧洲社区的友善公园、民间新北社区开心农场等等，看到地方乡亲的创意巧思和用心。原本垃圾无伫个使用所在，经过着社区规划，并且在前较罕伊看到珍贵的树木，共同打造属于家己的友善公园。这款的用心，得到基本建筑原野奖的肯定。都讲草屯的啤酒社区，包括相当利用水准结合生态改善环境，复古社区来打造生态花园，一个新北社区的开心农场，参与社区文化景观营造的评选拢来得奖。看到社区居民的创意巧思，用着有限的资源，一个经费创造着上大价值。就我们今年高雄市的建筑施工协会来到南投拜会的时候，提起参与竞赛的一个目标哈。所以我们就都从我们建设处来提报。馆长表示，建筑原野奖今年头一遍将台中市彰化县一个南投县的公部门建筑纳入去评审，经过着高位专家评审了后，县内有六件作品得奖。我们在南丰国小以及爱兰国小老旧校舍整建的时候，都特别做了一个工程的设计，还有品质的维护。以及建筑体的一个整个建设哈，特别留意，所以这两个学校获得首奖哈。综合着原住民部落建筑的特色，一个传统多样色彩的校舍，让家长甲囡仔是感觉真亲切。南丰一个爱兰国小两间老旧校舍的整建，嘛成功来吸引评审的注意。头一遍参加评审，计赛有这么好的成绩，官府嘛希望大家再继续来努力，推动着相关的工作。记者林雨欣，长报道。